我得洗衣服了，谁刷？好。我以为我被封了呢，你们。看得见吗？哪走光了呀？别瞎说，别瞎说，一会儿真把我封了。我这个月本来就没播什么时长。晚上好，对，我们家网很差的。我现在要穿衣服，然后去公司补。别瞎发，人家以为我们炒作呢。我也以为我被封了呀，我看你们说，真的漏了呀。我刚刚看到我的那个，叫什么？真的漏了，那就漏吧，哈哈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我先收拾一下，准备出门。真的有的话，发个给我看看。我出门啦，
哦，对了，我 WiFi 没带。那有就有吧，怎么办呢？强大的水友，你们都这么强大，给我看看哪有洗纹身的，我明天去。